为着要感谢水纳慈惠堂的姚弟金宝，保庇慈惠家事业顺利。水纳慈惠堂关怀协会理事长陈光合特别海关捐赠一台车给协会，提供慈惠堂职工伫个地方进行关怀弱势活动。立法委员张丽生以及关议员吴文祥，也有地方代表拢到现场参与活动。协会嘛希望未来会当成立青年学生的奖助学金，帮助弱势学生安心来读书。为着感谢姚弟金宝的保庇，水纳慈惠堂关怀协会理事长特别关切，未来将提供协会职工进行地方的关怀活动，照顾近济弱势家庭。我本业是在养火鸡，有一段时间都很不顺畅，所以我就跟母娘发愿说，如果给我火鸡能够很顺利的成长的话，我就捐赠一部车这样。就是咱水南乡啊，若要讲起来，不只是婚姻观啦，吼，咱的中辈时代上介济吼，包括咱台湾省啊，吼，咱婚姻观嘛是降吼啊15.7%吼，已经吼高龄化的一个关系，所以咱特别需要讲吼，咱的时代，咱的中辈是毋是有真适当的这个交通工具啊，互伊会当吼。无论是要就医啦吼，也是要做任何代志，拢有当方便啦。所以我伫遮呢吼，对咱这陈广和理事长吼，伊会当抛砖引玉吼，啊奉献伊的这爱心吼，我感觉非常感动啦吼。除了捐一台车帮助弱势一家，理事长也希望未来会当成立奖助学金，帮助低收入户囡仔来读册。一寡低收啊边缘户，因来就学的时阵会较困难，啊来。用一个奖学金，就是讲因分数啊较悬呢，吼啊奖金就愈多安尼。互因会当吼寻求吼啊读册这个管道啊，咱拢总知影吼，只要你若努力求学，在你求学过程内底啊，莫有中断啦，吼啊大家啊来甲咱做吼弱势做囡仔斗相共，我相信伊长大成人的时阵啊，嘛用这款的心情吼来回馈地方啦。理事长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摆活动抛砖引玉，邀请更多有能力、有爱心的团体和民众做回来做爱心，用行动来帮助社会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郭香品采访报道。